各位同心，我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各位同心，大家午安。感谢大家鼓掌啦，吼！啊，我伫遮，我要甲大家讲，我内心足感谢大家来参加，啊，我家己自我鼓掌一下，因为有恁来，咱早一天才得啊。达到这个目的嘛，由你们来，我们执政的时间会越拉近。因为美国告诉我们说，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实在足头疼嘞，安那头疼，啊，都人都也无够。阿弥勒加工准备好啊！恁大家拢爱翕相呢，去伫外口咧翕相，一支一支咧，因阿伫迄个叫做网络上咧看呢。哦，恁一支几个，啊，恁一支几个，咱敢会使像流亡政府讲，凊彩甲报报咧，较早讲个报军诶。军人啊，西报军人的人士啊，迄、那个部队长咧吃公粮，我们绝对不行的，因为我们是美国军政府下面的民政府，所以安尼大家足清楚嘛吼，啊，初级班。啊，闭幕词，我特别甲咱这三天来啊，所学习的，咱来检验一下。我即马提出，流亡政府不能怎么样，就地合法，就地。不是救济哦，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就是在这个地方合法了，他们要合法化，一直想要合法化。越南的例子，越南的例子很显现出来，人家胡志明很聪明，了解国际化，麦克阿瑟叫中国啊，蒋中正派兵也是啊，那刚有我们能二十万啊，能八万的诶军队去占越南，去那边等于是办啊，这迄、那个叫做。等于是移交啦，等于是接收啊，唔是去真正讲给因接收呢，因是去代表联军去办移交尔呢。胡志明出票了呀，联络法国，半年来恁爱走，啊，有影这是历史上的情形嘛。胡志明把蒋中啊蒋介石的部队，甲法国讲，啊法国甲伊讲，甲蒋中正讲，啊你爱离开啊，你时间到，人因家己有民政府啊，所以今仔日越南就是安尼啦，啊咱家的是安怎，打毛服战。
因为事先就给你灌输说，光复节啦，回归啦，他们来接收啦。四月一号，愚人节啦，是不是？嗯，对啦，伊这都是在骗的啦，都、就是从四月一号给你讲，讲日本实施明治啊宪法的台湾是1945年四月一号，他故意说四月一号所发布的都是骗人的啦，安尼大家清楚无？甲咱骗啊，讲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啊，我以为讲啊想清楚。讲愚人节了，四月一号所发布的下面拢无遵守啦，啊无遵守啥？伊唔叫迄个占领的做啥？啊，你的流亡不能就地合法，总是要离开的。欸，啊，咱个伫战争法来个，搁有一句占领。不能怎么样？移转子田，安尼大家来读书，大家拢了解啦。安尼交6000块，你学一个学问，是不是？大家感觉到、感受到不一样。你比别人较会晓嘛？你敢转去讲这两句？安尼交了6000块，有白了也无？无嘛吼，啊，实在就是安尼啊。你去甲伊讲，你来讲安尼，咱即马要阁摕一个迄、那个PowerPoint 互恁看，迄、那个啊亚太啊助理国务卿啊罗氏所讲的话，咱来啊请咱的同心甲这个啊调出来，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啊，这是啥？这不是我在讲啊，哦，啊，这是事实上，美国有在做，一步在做，咱即马来找出这个啊，罗氏啊，这个报道，哦，啊，拜托找这个罗氏这个报道，让大家了解，大家看卖。我要讲，这个4月7号啦，3月30日有啥物代志？大家想看卖咧。3月30日有啥物代志？太阳花嘛吼，全世界拢站出来呢，美国、日本。加拿大、加啊、澳洲啦、纽西兰啦、德国啦、英国啦，拢站出来响应台湾花事件。美国啊，紧张起来呢。美国的想法讲，台湾是我，只要占领全国是我的呢。啊！恁这学生囡仔来去领导啊，阿伯暗导就歹处理啊呢！赶紧发布，这两个叫做什么？什么叫做罕见？唔捌看到，从来无讲过啦。但是咱秘书长的研究3年前就讲啊，咱哪有遐巧？就是因国防部的事先就给咱送咱两张相片，啊，这两张相片就伫遮啦，这正版的啦。啊，来看这个，这两张正版的。咱伫世纪饭店举行酒会的时。国防部的人员就交这两个照片说啊带去给你们
啊秘书长看。哦啊秘书长看想了了后，哦，原则的是美国是只要占领全国嘛，他是一。他是只要占领全国嘛，好、哦，啊，我这次别安那讲罗氏，安尼咧讲，别讲一个，互你缘由，大家去思考啦，好、哦，啊，咱即摆，即摆我要看这张，吼、哦，咱这罗氏啊，这张，吼、哦，这就是讲美国国防部事先就甲咱讲，哎，啊，恁咧要做啥？恁咧啊，台湾的啊。所有权伫遮呢，住伫遮个人下呢，这个所在呢，这里是二重桥，我去三年啊啦，啊，这个机啊，从来唔捌压压入去，迄个做皇宫，皇宫干那这个机啊，会得入去尔啦，其他机啊拢袂得入去啦，咱去了后，这个机啊都入去。啊！恁大家去想就好啊。咱这个机啊，三年拢入去皇宫。大家有要去写历史啊无？哪要写历史？十二月二十，咱大家过来好无？但是爱过去办毕业，服装整齐啊啊！当然服装整齐，我安尼是。咱的服装啦，啊，当然一定爱无啊，吼、哦、啊！这我看大家拢知，因为高级班我就穿足整齐来甲大家讲，啊，初级班我是讲先甲这个概念给大家说的吼、哦，这个就是讲三年啊呢，这是事实啦，啊，我即摆讲到转来，伊那惊到全世界。本土台湾人，哎，也是住伫台啊台湾的人，拢出来行街咯，讲五十万人咧，最少啊。吼、哦、啊，所以，伊无经讲咩来杀你，伊经讲啊，讲啊，支持台湾子弟啦。啊，这个子弟是啥？缅甸有人诶啦。啊，缅甸有人是啥？有一个机会，甲一个真出名学者做伙，伊甲我问讲，恁台湾民政府最终是啥物情形？我甲讲，台湾民政府最终就是讲，甲英国联迄个大英国协共款，加拿大就是。大英国协的一个分子，澳洲、纽西兰都是，阿伯啊，台湾都是甲日本类似大英国协。伊讲哦，安尼伊知啊，伊这是学者啊，啊做甲财政啊局长啊，哦，啊个台大的经济学的教授啊。安尼，大家头，大家通差不多拢知伊是虾米人啊？我啊，卖啦，迄名卖甲公开啦。我就是讲，要予大家知。啊，这都事实啦。啊，这那是，来，咱来看英文。Autonomy 是虾米？就是安尼啦。缅甸有人。一个啊，被荷兰啊，这都是啥？美国一贯的嘛，什么代志，希拉里也好，什么因遐啊较重要，拢出来讲，一切依照国际法。啊，国际法是啥？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嘛，这大家安尼清楚。好，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咱阁讲到转来。来去思考，
李登辉，李登辉，伊伫台湾，伊讲啊，恁我来甲台湾省毁掉，啊，咱就是台湾一个国家。啊，美国敢要毁掉？无啦，讲不可以毁掉。啊，这大家唔知知无？再举手看卖咧，我哪会较少？两三个啊，知影讲，李登辉要毁这个台湾啊，我们毁那讲神啊，不要跟他毁掉，成立个国家啊，大家拢唔知，所以大家吼、哦，咱讲素人呐、啊，无法度啦，素人哦，素人，这都要甲大家讲吼、哦。李登辉就去吃到鸡呢，伊那莫名其妙啊！伊认为台湾是一个省啊，都唔是一个国家，伊然是讲要创一个国家啊！台湾省甲废掉，无这个省哩啊，就是一个台湾国家，伊安尼想吗？美国讲袂杀你啦！啊，唔只动神，有听到动神无？安尼知影无？哦，安尼才清楚嘛吼。第一，台湾选出来总统；第二个阿扁，是不是第二个阿扁啊？台湾总统对无？伊讲我来参加联合国，写下的资料轻轻甲寄去联合国。联合国的秘书处吼、哦，连开都无开，佫甲你退倒转来，啊，是人退倒转来。成立一个国家，爱四个要件呢。咱去想看卖，咱学习一下，第一爱土地啦，吼、哦，啊，第二爱人民啦，第三爱有政府啦。第四爱有外交权啊，咱拢无啊！恁大家想看卖，台湾要成立一个国家，这四个拢有啊无？啊，土地啊，住伫遮个人个啊，哦，伫遐，住伫内底啊，啊，土地伫伊个啊，啊，人民呢？大家身份证摕起看卖，你拢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呢？啊，敢是台湾人民？唔是嘛？啊，所以美国甲咱讲，恁来清一张啦，伊都甲你规划好势啊，恁这张紧清，啊，就有人民啊嘛。阿伯啊，咱再来甲日本。天王讲，啊，阮遮拢是有这张的，吼、哦，啊，再来解讲。啊，你看有政府啊无？鲍威尔啊，哦，2004年伊人咧讲啊，啊，中华民国都唔是一个国家，吼、哦，足济人咧讲啦，大家啊拢足清楚啊，啊，所以讲啊，外交权啊无，连外交权都无，安怎呢？咱甲人签订的，惊讲巴拉圭就好啦。嘿，南美洲，咱该签订一下，中华民国跟人家签的嘞，不是台湾国跟人家签的嘞。安尼大家足清楚啊嘛吼。啊，所以甲你退行应该嘛。啊，边下咧大家个咧想讲安尼要安怎？啊，无好，住伫遮个人来公道，咱来决定咱家己个，看要安怎做来公道。一直讲要，美国讲安怎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啦，有听过无？有听过？举手看卖咧。啊，真正有个人唔知影呢。等下去想。美国甲讲，阿扁啊，第一届选到足风光嘞，
第二届要补车的，美国讲啊，你是麻烦制造，就不爱让你入去啊，啊，无你就带到飞机顶休困。麻烦制造者嘛，安尼大家去思考，思考这个代志是安那本土台湾人咧做总统也无法度。起码，佮算出来，哪个台湾人做中华民国的总统也是无法度啦。唯一。爱看大家啦，咱遮个尤其是少年个，较努力个，看有法度邀请你个同学、你个朋友、太阳花遐拢甲叫来受训，安尼百分之百成功啦！啊！若因有疑问，无要紧，甲我命一个，要甲因沟通。我足爱甲少年去沟通的，因为我伫学校一直拢甲少年的咧做伙。啊，可能有诶也毋捌我啦，啊，我简单介绍啦，恁。上网 Google 甲雅虎，啊，拍张文燕，啊，因为我都无迄个闭幕词啊，拍无拍名出来吼，啊，课程表内底有啦，有我的名啦，张文燕啦，啊，等于张文燕拍入啊，足多人啊，你加两句啊，张文燕教授安就好啦，安尼就会了解我啦。那少年的你如果要集合，有啥物疑问，我都愿意。你在台北也好，在高雄也好，在台中也好，两天前跟我约一个时间，我一定参加。但是爱事先啦，因为安怎讲，我现在我有接一挂 case， 有一挂咱政府的一些案子啦。哦，所以咱现在流氓政府的案子啦。因为我是工业工程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因那边审查政府要审查一些案子，伊会讲电脑的镜头刀，伊就拍入去啊，伊爱什么条件啊，就印出来啊，因迄个主管就啊，他那间讲印十个啊，去哦，迄个主管去勾选，哦啊，有的时间我会下，有的时间拢给阮排时间的，我时间呐答应人。啊，我就无法度啦，就爱阁改一个时间。啊，我一定会去参加。少年的，拜托好无？感谢啦，因为我那讲，少年的，恁的责任要足大嘞，要啊，足爱有责任吼。是安怎？恁的时间较久，啊，我七十几岁连得转去啊啊！啊，所以讲，爱都爱少年的来啦，吼、哦！啊，咱遮的啊，做较长辈遮的啊，一定爱去鼓励少年的来，哦！你的亲戚朋友，那迄、那个五十，迄、那个做啊，三月三十号有行出来，遐拢叫来上课啦。安尼，咱一下子就跟美国讲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阿叻，好啊，好啊，谢谢啦。阿叻都足清楚啊，吼。啊，迄拢有轨，迄、那个轨迹啦，有轨道咧行，照这个。这啊，无讲伊一百兽人去甲你讲遮，啊，咱遮的新闻甲报讲罕见。伊那惊着啊，无赶紧的吼。啊，阿爸唔知变怎处理。啊，所以责任就是啥？大家呢？大家回去有甲少年的讲个好，拢叫伊来上课。啊，阿伯啊，伊来带领咱台湾，安尼一定
台湾要出头天，啊，要脱离啊流亡政府的统治，啊，这就是正确的嘛，上正确的。安尼大家了足清楚啊，咱来遮读，安尼我足了解啊嘛吼。好，啊，咱来，我来，我吼，我用伊，就三工来甲总复习嘛吼。啊，来，我过来，啊，我看这我讲啦，伊这就是希腊话，希腊来咧讲嘛，啊，这实际上是这个问题嘛吼。啊，过来，咱过来看，啊，过来，好，这一本大家来爱讲，好一个清楚的，好大家知影的。有的人安怎呢？啊，到中国，拢是咧制造仇恨日本，是安怎？因为安呢？因认为啊，日本啊强起来，伊就受灾殃嘛，哦，因的想法是安尼嘛，哦啊，所以伊就要甲趁到这个时阵，要甲日本啊取掉掉啦，啊，实际上啊，美国唔是这个想法啦，啊，你看这里，哎，这里是回国的呢。从来日本啊，无迄个回国啊来做这个做首相的啦。伊还袂回国的时啊，对啊了后来台北去总统府啊坐计程车呢，啊咱车拢无被插伊呢，啊起码伊就食到惊讶啦，奈想。无想到讲，伊会阁倒来做首相。啊，这着事先啊，我话要讲一个机密，予大家知啦。啊，因为过去也袂紧啦。事先美国甲咱讲，讲恁甲日本多几个较有咧往来，啊，人民关系袂歹。我咱来介绍两个啦，啊，其中啊一个安倍啦，啊，佮其他也有一个啦，啊，拢有介绍了后，拢有邀请去美国呢，咱佮介绍了后，拢佮邀请去美国去呢，安尼恁大家，纯粹大家拢唔知啊，因为日本呢。地址的贬值，以前美国买好贬值嘛，叫伊直直升值啦。想讲美国的产品看法度销一寡去日本无，啊，奈介到尾也叫伊贬值。伊咧帮助啥？安倍啊，啊，这咱事先就拢知影。较早后来上课，秘书长拢有讲。啊，无大家较认真去调迄较早的上课的袋子来看。哦，啊，这我予大家知，所以大家来上课，才会动心，大家福气啦。好来，哦，咱，哦，这，哦，这哦，看到这哦，一来，因遐哦，大家冒来笑一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问题吼、哦。这写啥？这写啥？你拿这吼、哦，回去，去甲恁遐个，我一个足好个朋友，我若去台中吼，以前拢会来甲我载一个杨教授。啊，到尾最近吼，讲丁教授啊，啊你我袂歹，啊哪会咧
变遐有空无算个啊！我甲讲吼，这是正确个啊！吼、哦，啊，我甲这个资料，我创一个 CD 啊，啊，甲资料讲安尼啦，你祝恁个恁个立法委员吼上好个，卢秀燕，你去甲请教，这个问题你提提予伊去甲请教。哦啊，是安怎安呢？啊，我直接讲，这拢向全世界宣布。啊，这个杨教授若要查，我查会到。吼、哦，我是安尼，予你大家了解者。啊，这予看伊拢点点啦。因为我以前去吼，因阿公某足欢喜啊。啊，即摆去因太太却较冷淡啦。啊，你。底下在坐在泡茶时，因太太有时候也会进来。啊，现在在伫边啊，无爱跟我一起。啊，因为啊，咱也了解啦，无怪啦，十八派两个拢在遐十八派啊，所以伊干呐，啊，这实际上是安尼啊，啊，我哦，我无领啦。啊，但是我若领，我会放弃，我会去钱领起来。我在国立学校待到23年，我哪放弃？以前看讲台湾无希望啊嘛，啊无过读两年，我都有谈呢。我哪已经是全家大大小小正式用迄种足正式的，有侨委会。以前囡仔唔是像即卖遐方便的，囡仔要出去一定爱甲。家长同齐出来，啊，拢是用侨委会。阮太太是外聘的，外聘到国外做事，才带囡仔出去呢。是安尼，我若无爱乖，家己个人走出去，啊，甲无我囝留伫家，我也袂安尼，因为我无爱吼看足济啊。一个家庭吼是全部要出去就出去，啊，有诶人咧讲，先走一下先死，啊，无走讲不死啦，啊，真正。啊！伫中孝东路遐，我一段，我伫遐厝啊，那袂卖咧，走啊！我就讲，无可能，咱台湾都流氓政府要咱做会好啦。啊，那是拄啊一个机运啊，吼，有这个缘分，就是讲阿扁啊选总统的时，迄个时阵拄啊转来，啊拄啊一个南部的一个大学来甲邀请，伊讲。我们正要找你这种人才啦，咱听到都心肝凉啊！吼，伊要哎，我讲啊，你的简啊，你的资料写一写啊，我们经过学校，因为在大学里面要进去，一定要三审制嘛，吼，系里面先通过啊，再验啊，验通过再校，啊，我去啊，都甲出来见院长、副校长、校长。伊讲，我们正需要你这种人才啦。哦，咱听着我们中华语啊好啊，啊阿扁啦，啊朋友咧招啊啊，是安尼才转来，啊无，歹势哦，有影。因为咱看无希望嘛，这个地方政府咧搞，哪有啥物希望？年轻人一定要出来为自己你的前途打拼。啊，所以拜托，一定要。叫这些太阳花的年轻来上课，这个也要真正是要拜托大家哦，做这个也是为台湾奉献。来，过来看落去，好，过来看落去，哎，好，过看来哈，足济咧呢，足济咧呢，哎，这里啊。这拢警察局的呢，嘿，啊，这是啥？内政部的吼，这拢警察的呢，警政署的呢，吼、哦。这唔是我咧讲啊，这去拢有啊，我叫立法委员去咨询啊，啊，我提哦杨教授叫杨教授讲，你去，你都卡。因按照我来知，甲伊家迄个做卢秀燕遐好呢，八七拜，
迄几啊年前哦，我捌去一下。伊讲啊，来来来来，互卢秀燕请，带我去甲卢秀燕请。啊，都我参与作息个，唔只讲啊，你即提提去甲，互卢秀燕去主持啦。哦，啊，足济个呢。你看，足济足济啦！啊，大家爱资料诶，拢会使请你等。咱个网站拢有啦，所以讲一定爱叫遮少年啊入去看，吼、哦，看咱个啊，迄、那个啊网站啊来去了解。啊，这毋是讲个，啊，这都事实个啊，拢事实个，咱无爱一个一个读啦，互大家较。较了解吼，啊，也无阁补充落呀，啊，若要阁补充啊，足济个啦，吼，啊，安尼就好啦，咱过来看准备个，话也有哦，是来个，好啦，好，这里，美国要做代志，拢事先有规划好啊，以前。哪卖发生寒战？哪卖发生寒战？你改因这个官员送的代理怎样？菲律宾拢甲菲律宾讲好啊！啊，寒战一个发啊，怎啊打消？啊，今嘛甲做中国讲好啊啦！啊，恁两个都签一块嘛吼？啊，都签落来，啊，签落就安怎？国共和谈，恁等下袂去用台啊嘛？以前听讲也袂签，因等下用台啊，才去甲菲律宾讲啦。啊，菲律宾啊讲好啊，要一个所在拨予流氓政府，即流氓政府即高官住哦，哇，都啊改变韩战西他。希望台湾剩一个啊不全的防空啊母舰，所以叫因啊，恁来甲买武器啦，啊，互恁都遮过啦。美国若邀请太阳花的一些领袖去华盛顿 DC 呢？有一两个啊，去跟因座谈的，有诶，甲问着讲，甲美国问着讲，安奈奇怪啊，阮甲你买武器，拢比别人甲恁买较贵。迄甲问啊，太阳花遐领袖有邀请过，有甲问安尼啊，爱要安怎回答？啊，若讲法歹听，啊，我叫你去遐顾，啊，恁交一个保护费啊。迄是伊无安尼讲啦，迄是我甲你讲，啊，你交保护费嘛？哦，伊甲你过好第七舰队伫遮，以前伫这个台中海台湾海峡咧甲你巡逻，哦，类似安尼啦，吼、哦，好大家清楚者。啊，这就是啥？因为足近的嘛，哦，伫这个所在嘛，哦，啊，这足差咱就猜啊，有诶，咱无可能，咱甲讲无可能啦。哦，咱即摆吼来看这个影片啦，看这个啊，复制台湾这个所在影片，好。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
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两三百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咱过来看，搁看吼，去遐投资的台商、受害的台商的报道。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好，阿咧，大家有清楚无？目的是安怎？因为美国甲中国讲，你若无创一角啊，我爱带伫台湾遮个以前流亡到台湾的这些人民，因回去恁中国，因啊失过走，啊那甲你去革命起来，恁遐就大乱啊！有诶走诶陕西啦，有诶走诶河北啦，有诶走河南啦，差不多有1-2万人，啊拢甲你乌白走遐走遐走一撮，走一撮，你全国都乱了了啊！
安尼平潭岛上好势，遐多啊一个岛，伊那恁来住伫遮，台票也用哩，啊，拢甲台湾同款。啊，所以讲伊那恁遮咧乱甲你切掉，啊，就好啊，伊足好控制啊。遐多那干啥？集中营同款啊，啊，足好势啊。所以安尼啦，唔只甲美国讲好，啊，美国讲啊好啊，恁都吼，即马船啊咧开啊吼，台北港、台中港拢定期咧开，吼、哦、啊，迄就是即个情形。好，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哦，我要阁互看一个，咱要拜托咱的同心吼、哦，啊，咱的工作人员，咱即个正式。在美国的通的影片，咱啊拄啊五十几期吼，吼、哦，咱即马好来，咱来看这个影片。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一放进去，行，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灰熊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咱大家会得看到，咱大家会得看到啥？伊本身是牧师呢，牧师敢会使胡白讲？袂使哩嘛。啊，所以讲这个现身说法，就要予大家知影，这张就是会用哩。回去拜托两件代志，第一。把这太阳花的年轻人想办法跟他们沟通，叫他来上课，第一拜托。第二，亲戚朋友50拢叫他来申请身份证，安尼好啊，好啊，好，感恩啊，今日到这，感谢大家。